因为东京它是最最刚的最最强的，这个铁砂呢要把它炼出来才好使，所以它怎么炼的？我们给大家说嘛，东京需要火来锻炼，对吧？遇水而清，遇火而锐，所以它就是水跟火配合的话，这个东京就能把它锻造成一个气，也成气，成气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你们看啊，更金啊，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更金日主的话呢，你就要首先呢，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看一下，它具备不具备这种特点？具备的话呢，这个人的状态相对来说就有机会能走得更好；不具备的话，我们再按普通的常规来分析。你看到吗？后面，看第一个啊，第一个例子，更金是吧？这个更金后面有明火。这个丙火是克更金，这个克的话就是一种能量，就是一种锻炼，然后还有水啊、嗯，就是我在讲的话，就是这个打铁那个当，就把它调成一把利利刃一把剑，但它毕竟是软的，放在那个你都调成了，最后放到那个水冷水里面，然后它就那个冒那个气，就把它瞬间冷却，然后它那个刚性就固化住了，然后呢它就。不该再变形了，是吧？就是它的既要火，还是要水，有水有火，它要淬一下，是不是？就用最后那个淬火。我们原来学那个，大学里面学那个有那个学吃几道毛的火段，那些轻功啊什么，都有那样一个，打到人中间之后呢，就出来，然后它就固定住了。所以像这种状态就是，你要钢筋坐在身体上面，这个钢筋很强很硬。但是一定是一块好铁，是吧？然后拿火一锻炼，再拿水一吹，它就成气了啊！这是一个喷儿，地方的喷儿我们所长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更金，生在乙月，相克着午火，这个更金相对来说弱一些。它前面有一个庚，这里有属于生卡，生在丑时是它库金库，对吧？那这个更金也不弱，然后呢，它用丁火来锻造。那这个丁火还是有午火，这午火里面这个丁出来了，水分了，对吧？它表面上没有水透出来，但实际上水是湿火，这里面有点水，因为这个是有不需要很多的水，关键是火药旺，然后有点水就行。如果这个水要透出来的话，那个档次应该会更高一些。那这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税务局的体制，就是说你看这都是那个就是公务员当官的，是吧？能往那个过去来说的话叫就你要能当官的话就是从读书考取功名嘛，然后就做官了。现在呢我们也是还得考公务员，然后呢从公务员的里面应用。你要是考不上公务员的话你就没戏，因为那个系统没关系，对吧？我们就是你比如说你就贵了，什么叫贵？当官没贵，经商你要挣钱，有钱那叫富贵，是吧？有的人是有富没有贵，比如像马云这样的，是吧？没有贵，有的人呢有贵没有富，有的人是富贵两全，都两个人之间都有差别。这我们后面讲，就是看他为什么当官，就是这个。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个格局。你在三书里面说了，咱们格局有什么？格局啊，格局呢一共分这么四大类：正格、外格、无格和化格，这四个。我们先从最简单来说，其实正格和外格这两个呢，可以合并在一起来说。就是说，我们看一个八字要首先看它生在哪一个月上，就月上的地支，你也说了是季节控制你这个日主的旺衰的。你生在春夏秋冬完全就不一样，所以首看月令，先看月令。月令上就是你的命里面，给你的最大的一个支撑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月令里面
这个地支呢，我们讲存在，你来看这个地支里面有没有它那个藏的那个天干冒出来。如果那个天干冒出来了，就直接把它取成叫做一个格，就是我们看个例。取格局是挺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对吧？我们看月令，就是这个月令还有子月，子月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子月里面藏了一个癸水？是不是？这个癸水在天干上有所表现，是这个癸水从天上透出来了，明确的告诉你地支的这个月令上的作用发挥出来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关注的，它是谁？丙火对癸水，癸水是丙火的什么？水克，水克火，阴阳，异性的克，它是官，这是，哎，这是正官。所以你想取格局的话，它就叫正官格。取格局的话，就叫正官格。这八个就是叫做正，就我们讲正格，正格也就八个，也有书上说呢是按六个来算，就是正印格和偏印格都算印格，然后正财格和偏财格都算财格，这样的话就是正官格、七杀格、印格、财格、食神格、伤官格，因为正印和偏印它俩差别不大，啊，正印和偏印的这个格局差别不大，正财和偏财的格局差别也不大，所以它。混在一起说是硬格、台格，这一共是六格。有的那个词库里面，就是那个古约里面，就是六格，就是这些。这是正格，这是有两个正官格。正官格呢，大家还得看官的状态好不好，得不得力。能不能当官或者能当领导，请你选择一下。
乙卯己丑丁未，乙卯己丑丁未，乙卯这个丑，丑里面藏的辛癸亥天，底下是吧？这三个。那你看谁透出来了呢？就集体透出来了。不是透出来是他自己，这不算。那你透出来跟自己一样的，这不算。所以有不跟自己一样的，就先看不一样。那么就是集体，集体透出来了。集体是七杀，是吧？那就是它叫七杀格。这个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呢，就是正好两种透出来，有的没有，有的就没有明确的透出来，对不对？会这样吗？就是还有一种情况，可能两个都透。比如说你这个啊，癸水也透出来，辛金也透出来，那你取哪个呢？哪一个状态好，哪一个旺，就取哪一个。官印财食伤是正格，这是里面。
劫财是叫相应来讲叫外人，啊，其实古人就这么分的，但是分不分那意义不是很大，这不就是时辰的十种状态吗？但是他把这个四劫，把比劫的那两种状态给单列出来，你这样再说那个。看情况就去。我们后面一会儿，我们所有后面见到案例的话，我们都说一下啊。这个就是说，火已经足够了，金的力量也强，就是有点就造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，火，好在这个四有饭和人金就加强它的力量。这个。解决它的问题呢，就用水嘛，用水来润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说用火炼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，一个是太阳小养，一个是那个顺风水养之家，这都叫火炼真金。火炼真金意思就是把这个铁疙瘩炼成钢，用火来锻炼，再是铜器。当然它也需要水，比如说这个男孩，这是阴年出生的，是吧？阴的。大运是逆行，大运逆行，那逆行往回走的话是甲辰，然后癸卯是不是有水了吧？是不是？然后壬寅，再往后呢，辛丑再以后就是庚子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它整体上还是庚子，再往前的话就是己亥，都是走在带水运。答应还是给力，那你说像这个天气当中啊，这个一般来说家里的人，你看官在哪儿？官在年上，一般来说家里祖传应该有做在官场上工作的人，就是有吗？这谁的？丁酉，2017年啊，刚出生的丁酉，2017年出生，是2017年的还是62岁？你写的，这个家里有家里有没有背景？就是相关的，那就是说将来他自己肯定要当官啊。你说一下，因为这是官就代表他的名望，他具备了一个当官的这样的一种道还是一个基础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将来你比如说这个小孩将来培养他什么，上这一条将来就考公务员，考完公务员就往公务员系统里走，就有机会去。他那应该脾气很大，跟脾气很大，有那脾气很大，有人造人就造，脾气很大。其实还好，但是庚金的都性格都比较强一些，金嘛，庚金性格都比较强一些，但是还能够承压，用火去锻造。嗯，就是说这个，你说这个条你看啊。这个官是从月令里透出来的，是吧？夏天的火火很旺，其实官是很旺的。官是代表什么？正官代表什么？权力，代表这个规则、管束、传统的那个管理模式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他做事情会规规矩矩的，而且这个小孩不调皮，因为他听话，就是官管住他了，就是按规矩走，他不会那个底下那个操作不行过，哦好了就去，他也不会去我尝试摸一下会怎么样，他不会这么干。他现在表现出来当时听话是吧？啊，他本身就这样，这种小孩多好带呀。当面可以，因为当面嘛，因为就是这种去锻金嘛，去锻金嘛，就这样，去那个军队里面去锻炼一下，熔炼一下，因为你当兵之后回来也有机会，就是从在军队系统里面也可以，也有考军校方面的，可以的。这个如果要是将来要是，比如说考公务员，进到这个就是国家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各部门的管理系统里面来说啊，它往往是就是
是像税务局、财务局或者工商局管财的管钱的地方，这个就是财，是吧？乙木是他的财，是不是？他要当官，他要去择财，那他肯定就是工作跟钱有关系，是不是？要么他就是在某个部门里面是做管钱的财务相关的工作，财务实际，这个情况下最差要是银行里面工作，银行已经不属于这个公务系统了，但是到什么呀，还是比私企还是不一样，银行比如国有的这种银行相对来说呢，它还是就是国企的那种，现在虽然国企不带那个公务员的那个性质，但它毕竟是属于国企，国家的那种事业机构，它就有这种机会。够啊，我夏天的活不用别人帮忙是不够的，就是水来了，你看水来的早的话，锻炼早，你早点让他去那个接受一些锻炼，可以。到后面呢，就是比如说15、25、35、45岁以后，40多岁以后，哎，这个官运就起来了啊。这是官格啊，这叫官格。仁义仁慈己亥己卯，仁义仁慈己亥己卯，仁鬼呀，改神是改神是多少啊？这是八四七四六四就三九二，这是六二年的。你那个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子水里面是藏了一个癸水，对吧？它里面就藏了一个癸水，但癸水在天上没有透出来，虽然不是没有透出来，但是它透出来另外一个，透出来的是壬水，对不对？那就用壬水去取壳，于是你看这个壬水，它是己土跟壬水，壬水是它的财，是吧？啊，对。就说从取格局的角度来说，它直接就叫做财产，就叫做财产。这个呢，你看啊，是不是财很多？水都是财，是吧？就是身太弱了，是不是？这土太弱了，它变成水和木的两个，这是财格。财格，这个其实我们要靠后面说。这属于成格，就到后面，就是它变化了，因为它太弱了，就扶不起来了。这个是说啊，本身没出现，但是出现了非常五行一致的另外的一个。还有一种就是完全不出现，戊辰甲子非常重。戊辰甲子癸卯乙卯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啊，这个就属于这个就是，你看它里面有癸水，但是呢，癸水在天上没有水，就是它本性没有透出来，是吧？实际上它。它跟自己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对，这就是我们后面说的，就是外格。还有两种叫，这是正格，我给擦掉。还有两个外格，外格，一个叫见禄格。一个叫月正，见就指的是月见啊，月说的也是
令约见。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禄神，任说的就是阳刃。你看这个它是癸水，它生个子月，子月隐藏的癸水跟它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是不是子水是癸水的禄，对吧？那就叫对吧，这就叫见禄，见禄。然后哎怎么样，明白吗？它就变成是月刃了，但是它里面有甲，有甲甲，那甲不透出来，那甲上面不就透出来？对，如果要是害的话，比如在别的地方放甲，先取甲，对吧？就用，就是其实是先取正格，正格没得取，才取外格。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岳飞的例子来看，岳飞是一个刃格，癸未乙卯甲子，癸未乙卯甲子，太夸张了。还有几次？我先把这写完啊，还有一个几次。那么不是甲木发生在卯月，卯月隐藏了一个乙，这个乙跟甲，乙是这个卯木是甲的阳刃，对吧？它就叫月刃格，就叫月刃格。借禄格和月刃格这两个格都是它藏了乙，它乙不透出来了啊，乙透出来了，透出来了也叫，透出来了它也是就正好，但因为它没有，它只有一个嘛，就毛里面只藏一个乙，对吧？它要透出来了，它就只能是就是用它，就是你没透，咱们才能透出来，你没有透出来的话，也得用它，对吧？乙是它俩乙甲，它俩也不行，它是刃，不是，要不然它俩乙是甲的两刃，就是劫财，实际上就是劫财，劫财就是阳刃，它是阳刃，比肩就是禄神，对吧？那个，你们先把自己的那个先看，你手里边那些八字啊，你先给它归纳一下，看看它是什么格，有没有什么疑问？有疑问的话，一会儿问我一下。